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the call to war. All Wolf Media, come to the free land. 抓我的是吧？说我是武斗的后台，不仅是北大武斗后台，连汉中的武斗都是我。我是武斗的后台，是北大和汉中中的武斗的后台，的一个罪状之一，这没抓到我，公安局去了。你爸，我江青的指示，连法院都不知道，法院自己都说，连判决书都不是我们写的，是我们念的。那么这个案子直到现在还在悬着吧？按法律来说，这没做结论吧？你公安局其他的，我怎么样抵制他们怎么样？那些事情都不说，就这一条，你问公安局是不是事实？他经过五年的，我在一个看守所的监狱就待了五年，预审了五年，是这么个结果。那么你现在就拿这两条，你公布这两条，那么我的案子成立不成立？我的罪有没有这么大？我又没有该叫剥夺了生存权，连饭钱都不给我吃，医疗的也不给我。我是1937年16岁参加革命，在炮火之下出生入死为党工作，而且做情报工作，供给5个人的情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5个人。这个情报只供这5个人，我们3个人，一个是刘冠一，一个是聂恩素，一个是我，3个人办的这事儿。那我这一切，我从1937年参加革命到1966年，这几十年30多年，我算白费了。我就算武汉大革命，我有这个错，我该不该是如此地位？你们这样对待我，连战犯的地位都没有，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很多人是不清楚的。那么我呢，没有，因为没有生活费，我马上写东西，我也起码人家到跟你谈到吃饭的时候，做的再坏你也有2个青菜吃吧。那么我连这个东西都没有，我就得想办法推迟几年，推迟几年，尽量赚个钱做买卖。可是开始赚了钱了以后呢，就是那么个结果，都花光了。后来又困难的一天就吃一点，饿得不行，这是最困难的时候。是93、94、95、93、94这2年是最困难。95开始我一个孩子已经能挣钱了，所以他来补钱。先歇会儿吧。先歇会儿。完了，反正总之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折腾我，就比如那天，全校批判大会，北大墙外站着都是。过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时候也是，所谓中央首长江青他们一来，中央工作人员一来一做报告，墙外站的都是人。这女人子，这一张大的报的人被压上这个断头台，完了要抓他，那也是站的墙外都是。完了叫我低头，我就低头。这个批判的时候，他要我低头，我不低，我就可以。武斗后台又是这么怎么陪害北大的群众等等，这样压下台的时候呢，就叫走的时候叫我低头，我也不低。坐了他们那个囚犯的吃拉的时候，我也就也没叫我抬头，叫我可劲低头，我也不低头。反正整个反抗的从台上到街里反抗这一路，一下。我这脖子后边我都不知道，后边特别疼，我就他们看我的2个犯，我就说你看看我这后边怎么这么疼啊？他们一看，哎呀，2块都手指头捏的印，黑青，2块黑青，可见就是你叫我低头，我就不低头。
这你开骂我肯定反抗。那么事实这么多年也证明了我这个就是个低头，就这么硬。知道他们监狱里欺负也好，监狱也好，就说我们来这个特殊的犯人，这是延安那个延庆监狱给政法大学的学生到实习，说了他接受了一个特殊的犯人，就说这个犯人呢这样好那样好，说了好多好，但是就是一条，他就是不认罪。这个七处送我从看守所的监狱送我往延庆监狱送我的时候也是这样说，这个介绍他在给延庆监狱的那些人介绍啊，这个其他的那些老的犯人呢，就是反其实新送了一个犯人，他们都要偷听，看看是送了一个什么样的犯人，都要想办法偷听。但是平房呢，王女儿他们从那窗户底下那么溜到他们讲话那屋的那个窗户外头听。这后来延庆监狱那些犯人给我讲的，就是七处介绍这样好那样好，一条一条的这个好那好，他们奇怪这个犯人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怎么都送这儿来呀、啊？他最后只有一条，就是不认罪。就是不认罪，因为我到他们那儿去以后，我都很明确亮明我的观点，我说我的案子不是你们判，你不是你们审查，也不是你们判，你们是执行单位，你们收到呢上级的一个通知，是送了一个大政治犯啊，严重的政治犯，判了17年嘛，还不是严重政治犯呢，因此你们当然要严加管理啊。所以我说我的案子不是你们审的，也不是你们判，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一个老干部，这个监狱是共产党我们自己的监狱，我要自觉的遵守，住一个旅馆还有几条呢，何况一个监狱，因此我说你放心，我绝对遵守。所以他的条条我都遵守，而且主动还协助，在七处还协助他们破案。那你说这个犯人是个什么犯人？可是就有一条，你就认罪，我有这个罪，我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直到现在我也是一个被释放了的反革命分子，是这样的。所以那当然我不能接受了，我绝对不能接受了，因此我一定要活着，一定要活下来，我绝对不能死，不管你给我什么样的苦难，怎么样的来折腾我，我都要顽抗下去，我绝对要活下来，我要写清楚这一段历史，说明这里边的问题，请大家受到一定的教育，接受一定的教训，当然我也自己也是有错的，不是说没有错误，正因为我自己也有错误，我也要向大家说明我是什么错误。